52号车就是来自中华台北的车手陈亦凡，和他纠缠在一起的是11号新加坡的车手张琳康。 52号的陈亦凡呢，在争夺当中冲进了缓冲区里面。赛车呢，一旦陷进了缓冲区里面，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出来了。陈亦凡呢，非常遗憾的只能够退出比赛了。